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 Apps Gaga。今天要帮大家介绍是一款很神奇的音乐软体，叫做 R Mixtape。这个软体呢，是由一个很有名的做乐器的公司叫做 Roland 他们出的软体。那这个软体呢，不是做音乐的软体，这个软体是把音乐的成分分析出来。比方说，你听到这首歌，然后你用他们的软体的工具，在这歌里面做一些标记。像我在这边画一个红色的区域，这红色区域的频率就可以分析出来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如果我把右边的滑杆往下推的话，配乐就会消失，只剩下歌声而已。如果我把左边的滑杆推下去，把右边的滑杆升上来，就只剩下音乐。好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呢？通常贾博士开启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时候，大家都会鼓掌，都说这是太神奇的软体了。我是魏伟，你现在收看的节目是 Apps Gaga。今天帮大家介绍是一个音乐类型的软体，叫做 R Mixtape。这个软体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就是可以直接从你的 iPad 的音乐库里面汇入音乐到这个软体里面。比方说，我现在把这首歌的人声拿掉，剩下音乐，那就可以开始唱卡拉 OK 了。相反的，我现在只要听人声，这个软体还有可以做很多的特效，可以让一段重复的播放，也可以像这个样子做一些 filter 感觉的特效，也可以用两根手指头及时改变你选取的音乐频率的范围。我来示范给大家看，两只手指。昨天我把这个软体秀给别人看的时候，对方告诉我说这样子，然后呢有什么特别的呢？也许大家觉得不会很特别，不过像我之前是做音乐的人，那我看到这个软体就会觉得这真的很神奇，因为音乐都已经把它全部都 mix 在一起了。那现在你可以把这些已经 mix 好的音乐再分别各种频率抽取出来，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。这就是今天帮大家介绍的软体，叫做 R Mixtape。 我是魏伟，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Apps Gaga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